上茁壮的时代。大夫，丫头，你们两个知不知道你们已经迟到了？知道，你们知道还给我吃鸡排啊？班长，我们是去抓强盗，都还没吃东西啊。哎呀，就是要是抓强盗，你们两个怎么不说你们去参加我跟士官长的婚礼啊？哦，班长，你是在喊人哦？我们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啊。嗯，我都没有讲你们在喊够，你说我在喊。放个假回来就以为自己是老鸟，你们以为在跟谁说话？港铁哦，班长，班长，你们这样跟班长说话了吗？啊，还吃？你在吃啊？你在吃啊？你在吃看看啊？赶紧换衣服。老师，请分钟。还吃？吴董，你回来了。这次在外面干嘛？没有干嘛。没有干嘛？我以为你去抢劫嘞！你带这么多钱来部队干嘛？没有啦，妈妈叫我存到银行，我忘记啦。你花钱会不会忘记？啊？所有人，班长在这边宣导一件事情：这次收假回来，钱带太多的，把流水编号抄起来。你们不要到时候钱不见，再来找班长。尤其是你吴勇。拿纸笔出来，赶快抄吧。班长多呢，抄不完啦。怪我，我的烦恼。谁叫你带这么多钱来部队的？莫名其妙。大家刚收假回来，放轻松。你们边聊边听到班长这边，离集合时间还有30秒。29、28。听班长的啦，你在上面做事比较快啊。23、24、25、26、27、8、7，看齐时，面对我曾讲话的心，站位回准，向左看，起。我的话，向前看。我们要动了，再看几次，站位为准，向左看，起，向左加快，向前看，首先，立正，各位放个假，都忘记自己是军人了。看起来前两个礼拜的训练都白费了，没关系，排长有的是耐心，保证会让各位再想起军人的精神还有态度。所有人注意，跟你踏步走。放炮出列！
你是不用出去是吧？赖我！你不用出去是吧？想死是不是？去！走！放文教，你打算不会啊？副队长们，欢迎啊！一、二、起！副队长们，一、二、三、二、少军，一军，连中，少军，连中，大家好，请小心。各位，这两天放假回家看到家人，有没有很开心的？开心。而家人看到你们，也没有说你们越来越像个男人了。有。很好，请小心。放假回来之后，除了要收心，大家要更有冲劲，这样才能应付接下来的挑战，还有课程。等到你们兴趣结束之后，我相信你们家人不只会说你们越来越像个男人，而且会说。你们就是个男人。说到这里，陆森、赖虎、有严大同、有，你们两个出来。小虎，走。各位弟兄，刚连上接到消息。说第五班的赖虎和叶大同这两位弟兄协助一位市民追捕抢匪，这不仅仅是热心助人，更是英勇的表现，而且也是连长眼中真正的男子汉，请各位给这两位弟兄鼓鼓掌。干什么啊？连长骗你们的。你们两个先努力。谢连长。连长在这边啊，有感而发。我很高兴能够再看到赖虎还有叶大同这两位弟兄平平安安的回到连上。在放假之前呢，各级的干部对大家可以说是千交代万叮咛，告诉大家在放假的时候在外面一切要以安全为主。
就尽量不要骑乘摩托车吧，啊，千万不要涉足不良的场所。没想到，就偏偏有人没把话听进去。昨天我一个弟兄骑摩托车摔断腿，现在正在办理退训呢。这个弟兄就是第六班的刘伟弟。看什么？恳亲假结束，又见到了同梯的弟兄，感觉起来大家的感情越来越好了。加上桃园鬼地球退训了，大家都以为以后气氛会更加和谐，谁也没想到之前整天跟在地球后面的跟班肖德基却掀起了新的风波。相亲还顺利吗？说到相亲，我还没找你算账，你干嘛叫罗刚来搅局？我哪有啊，我只是跟他说你要去相亲，他可能怕你就这样被人家定下来了，所以才敢去阻止啊。是这样吗？不用怀疑，他会去就是代表对你有意思。是。可是为什么我都感觉不到？像这种人哦，你就是要多做一点事情去刺激他，让他紧张，他就会表态。刺激他。我要怎么刺激他？哎呀，我跟你讲，这边呀，哦，你到这三千块用才好哦。哎呀，我这叫做高投资高获利啦，想袂到讲哦，即马做兵，逐天拢会使去迎战，哎，我顶届招来物件哦，拢卖袂出去啦。上赚的部分哦，就是租手机啊，给人卡啦。所以我这摆哦，早一个礼拜哦，就想讲哦，把顶届了去哦，做一摆，甲赚回来。啊，你家己爱细腻啊，莫有朋友脏着。我知啦，无问题啦。哎，各位工体啊，来，招牌招牌来。这放假放无够的哦，甲其他讲着讲无够的哦，拢来看遮啦。哎，帝王啊，帮我把风姐到搬六礼拜。OK。各位啊，顺你意公司呢推出全新的视讯通话服务，哦，即马共用
电话哦，无够看啦。想要交女朋友，打情骂俏，谈情说爱，随时随地享受视讯对话，大家可以去多功能视讯手机。前三天哦，特别优惠啦，安尼大家拢共体啊，一分钟5块就好啊啦。哦，不管你是要卡网外、卡网内、卡美加、卡中国大陆、卡视讯电话，拢总只要5块就好啊。哎，来来来，你参过一下。啊，你迄无啥啦，你看，上新型的啦。我这支荧幕够大，阁会使照镜。有啊有啊，你看有照相功能，一万七啦。啊？哦。我这嘛有啊。你嘛有？系啊，两只嘛拢有，拢嘛有。哦。哎，我来打入手机啊啦。我看你这摆吼投资失败啊。今天临时有事不能来，所以找我代替。盛南，不是静文吗？反正他们两个今天都有事不能来，所以我就来了，不介意吧？哦，不会介意，能够跟懂音乐人听音乐，这是我荣幸。孙排长，整场音乐会你都心不在焉，不是看手表，就是看旁边的位置。你有心事吗？没有，这是我的习惯动作。哦。排面班第六员为张武，张武为准，向众客气，向前看，再看几次，排头为准，向右客气，向前看，掌声，一阵。执行班长下士余三人报告。全连实弹人数观士兵合计120人，完毕。排长，扫射。
执行就绪。终于脱离魔鬼排长了。可是士官长看起来好像很凶哎。哪个凶？胸部的胸哦。刚刚讲话的举手。当我瞎子啊？要我一个一个点出来吗？挺身预备，一下二上，哎，二，哎，不要以为换了执行，好日子就会。如果你们有人有这样的想法，那擦地。我告诉各位。从现在起，我绝对让你们笑不出来。但是，只要各位好好的配合，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也许我会让大家有笑的机会。这里，所有人听口令。连长好，走势。大家好，请小心。各位，恳亲假已经放完了。所以接下来大家慢慢收心了，因为再过两个礼拜就是建测了。建测可以说是新训最重要的一课了，辛苦了一个月，全看这两天的表现。所以连长希望接下来这段时间，各位能够好好的加强锻炼，做好万全的准备。连长看过各位的成绩了，我发现这手榴弹投掷的成绩非常的不理想，所以连长会让大家做躲避球的练习。这个练习以班为单位，会利用你们休息的时间来进行。当然了，如果你们愿意班与班之间做对抗，连长也是很欢迎的。希望在这个运动之中，能让你们培养出什么叫做团队精神。我们走军亮，谢连长。走军。军歌训练，所有人听口令，好不？入，一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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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头挺胸，一胸好汉这一班，预备走。英雄好汉在门，英雄好汉在门，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管他流血流
抬高。人民绝对服从，任务不怕困难。发泄是革命的传统，任务是家常便饭。英雄好汉在旁，英雄好汉在旁。迈开向前的步伐，预备走。迈开向前的步伐，前进。迈过终点，我们飞。发生。我们热爱。进行一连串的震撼教育。首先，士官长要先确认各位的刺枪术和三行三进的基本动作，还记得多少？如果放假，就忘得一干二净。等会士官长会帮各位把心找回来。战斗准则，观察点。要进前进，国防线要进前进。屁股翘了吗？干什么？所有人姿势压低，放两天的假，所有人都忘记啊！所有人爬起来！大金牛排进来多少个？偷懒啊！你们在散漫啊！我去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世界末日！来，同志们，请准备。而且身体一定要压低，了解吗？了解。好，跟新班长做一次哦。要进前进。要进前进。来，身体压低。在后面跑快点啊！不跑跟巨蛋一起啊！红汉在前方了，你们跟上，挤在一起。脚不要抬高，红汉在前方，只要能力在那上我们啊！是，冲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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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摸鱼就让你们做不完。肖德清，放两天恳亲假在外面干什么？把握时间，对不对？都不用睡觉，回到我成功，你这要死不活的样子。我还要供你吃三餐，但我都是哪里？饭店子，你给我吃好。上去，冲进。 冲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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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吃什么东西？在吃什么东西啊？海平！回旋！我刚喊回旋呢。 你没有像刚屁事啊！我叫你说话吗？你的枪呢？士官长拿去。你的枪呢？士官长拿去。士官长拿去，然后呢？你不用拿回来吗？上去！冲去！冲去！海边！肖德基。有。 冲击！你在摸？冲击！你在坏吗？冲击！回答！冲击！你那是冲击吗？危险！是。乱七八糟！冲击！做一次给你看，给我看清楚！冲击！冲击！嘿！ 年轻的心，嘿，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走，年轻的你，了不了解？了不了解？了解。做一次我看。上去，上去，嘿，冲去。 冲击！冲击！冲击！为美好的付出，为青春喊一声欢呼，将年轻飞。 阳光浮出色彩，将年轻航向海岸，让海浪射出红彩。加油！快跳啊！这么跳啊！冲进！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当山也伴着光芒。好，没关系。来，一把年，做不完。上去！投降生命的主要。 在有效的掩蔽物之下进行爬行前进搜索。刺刀也不见，你白痴吗？你烂了，这个还行。不要！你掉了我的刺刀，竟然还要拖累我的部队上，回去！
各位，我们今天要搜寻的不是鬼雷，不是地雷，而是一把肯亲家回来操课所遗失的一把刺刀。爬行的要点在三点不到一点动左右仔细搜索。各位，今天收操之前，我们若是找不到这把刺刀，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实施夜间搜索。哎，脚全部都翘起来啊！看前面！哎，你们的脚啊！两个左，一个奇怪了。知道是包班长有蛇，蛇，这是你听他一讲，蛇，怕什么蛇？身为一个军人，拿着武器，不要怕蛇，知道吗？蛇在哪里啊？蛇在这兒。是绳子，怕什么蛇？继续搜索。走走，怕蛇啊？包算长，我不怕蛇，我是看看有没有蜂窝。最近这里好多蜜蜂啊，都快要退伍了，胆子还那么小，像个军人嘛。谢谢班长。搜索干嘛？赖武，你现在是中了麻醉这大象，知道？
到家回去，他们不到家回。受伤了？是啊。小心点啊！在看书，很用功哎。哦，我准备考大学夜间部。真的好。好了，不客气。哎，你在这边整理盆栽，要这么多卡片干嘛？哦，这个是许愿卡，你只要把你的愿望呢挂在这盆栽上呢，每天诚心的祈求，愿望就会实现哦。啊。像我平常生病的时候，我只要挂上20退散。没几天病就真的好了。啊，那这张呢？1日3000盏，你不要在成功林砍人呢。不是啦，是有一个算命的跟我说，我至少要理10000颗平头，才会找到我心目中真正的白马王子。这你也信啊？你笑什么？我说的是真的啊。早知道不要跟你说。我的意思是，像你这么可爱的女生，要找白马王子应该不难啦。哪有？好班长，要急来把妹啊！不要乱讲啊，我马上就去。既然如此，那我先去集合。你要理的第一个平头啊，我让你理。真的啊？真的，我先去集合了。拜。盛南，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想不到你穿军装还蛮帅气的。谢谢你，我很忙，有什么事情你快点讲。我不是来找你的，是透过你比较不会觉得这么不好意思。那你到底来干嘛？我是来找于善人的。帮我一个小忙，好吗？班长，里面那个就麻烦你了。石班长，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再纠缠。好，谢谢你，那我先回去了。
你好，李班长好，好帅啊！你好，啊，你好，请坐。请坐，请坐。刘先生，有些话我就开门见山说好了。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发现其实你并不适合王胜仁士官长。我知道。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判断，王胜仁士官长他也不会喜欢你。我了解。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为了你好，你还是放弃王胜仁士官长吧，啊？这个你放心，我不会跟胜仁在一起的。对，去寻找一个适合你的人吧，啊？其实不瞒你说，我已经找到一个最适合我的人了。恭喜恭喜恭喜，早说嘛 ，OK 的，恭喜你哈，加油，放胆去追吧 ，OK 的，那没事的话，我先走了，加油。三人，你等一下，我准备一个礼物啊，要送给你。礼物？这怎么好意思啊？希望你会喜欢。什么啊？我想。你穿起来一定特别性感，刘先生，你没事送我内裤干嘛？我因为你就是我心里那一个 Mr. Right。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善人。李班长干什么？你去他票是不是？报连长，不是票，是药。想不到他连跑步都这么帅，这么 man。善人，你跑不掉了。士官长，你的相亲对象竟然追到营区来，我看啊，你的魅力真的无法挡哦。我也很意外啊，不过他看起来很有诚意耶。士官长，你这样说，我们三人班长会很紧张哦。好，校长，什么事啊？校长，刚刚是谁来会客？就是你说很有女人味的那个刘建新啊。那人家专程来找你，你没有把他轰出去吧？怎么可能？他人是温柔点啊，但是他很体贴。还会逗我开心哎，这样子啊，你喜欢就好。我还以为他看到你穿军装太 man 会吓到嘞，完全没有哎。他说天气热容易流汗，还送我一条手帕。他说我擦汗的样子好性感。既然这么喜欢他，那你还犹豫什么？你也这么觉得啊？其实啊，我最近也开始发现建新的优点，我们两个配在一起，一柔一刚，还真是绝配。你是认真的？你紧张啦？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好好的认真对待他，不然他会太伤心了。当然，这么好的男人，我才不会错过他。
会客吗？怎么看起来像看到不干净的东西一样？哎，现在大白天哎。史馆长，你知道那个刘天心他比票还恐怖哎。怎么会？我看他还蛮喜欢你的。可是我不喜欢他。史馆长，这表示你早就知道他特地来找我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坐啊，余班长，想不到你的魅力这么的大。我对南京的魅力是浑然天成的，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漏电电到他哎。那我就找对人啦。好在有你替我挡掉这么大一个麻烦。史馆长，我就说我是你的守护天使，我守护的翅膀永远为你而开。李班长，其实我觉得啊，刘建新的条件还不错哎，人长得帅，事业有成，科技新贵，工程师哎。史馆长，你刚讲的那些条件他是不错，可是他喜欢的是男生哎，你还是不要考虑他比较好吧。我知道啊。所以我说，于班长，你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当然啦，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是不能勉强的。可是，很多人也是到了30岁之后才知道自己真正的现象是什么。既然你有这个机缘，你不如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想一下，也算是多一个选择嘛。你说是不是啊？剪头发的时候有看到空位自动补上，不要拖拖拉拉的，了不了解？了解。大姐，今天麻烦了。大头，就是雨。没有想到成功里还有一个这么正的妹，等一下会帮我们按摩。你不要乱摸了，变态！干嘛啦？对不起，可不可以帮我剪？哦，好。谢谢啊。小龙，没关系，我帮他们剪就好了。你这些变态！钱多是不是？钱谁的？没有人承认是不是？那就是班长的。莫名其妙。只有两个班注意。现在过去捡了吧，扫地之后开始动作，扫线。哎。你第一排排这么多人干嘛？学设计师啊！快去啊！过去，还过来了？排那么长干嘛？班长，我们愿意等，我管你愿不愿意等，排到第二排去。叶大同，你后面几个排到第二排去。后面，你们过去啊！叶大同，你也是啊，排第二排啊，你这色狼！对的，看就知道那么很色的样子。你要把妹累坏了。无啊！中间长一点，旁边短一点。哦，好。不要，你干嘛？那这样来剪的话，你逛沙龙店呐，还怎么剪呢？我告诉你怎么剪，小龙，越短越好。OK。不要剪太短了。你再讲，再讲剪光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不要，你干嘛？要我怎么样啊？流血了，流血。在哪里？我看。呀。
家不过别了，断机入手。好，班长，怎么样？这交给你看一下。没问题啊，谢了。好，怎么过来？流血了啊！啊，你们做完没那点，卖走啊！继续排啊，卖走啊！好。王班长，我刚刚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知道，没关系啊，刚好啊，让我当你的第一个客人，放轻松点，把我的头啊放盆栽剪。如果这样，你就是幸运草盆栽了。啊，你不是要签字啊？你签了没？还没。还没有啊？你要签就紧签了啦。还没开始啊？那个福利不错的嘞。哦，爱搞签了点啊。好了，我的任务圆满达成，我先走了。哎，等一下，怎么了？这送你，给你做纪念。这是我塑像的照片，你怎么会有？我答应送给你妈的。这是你最荣耀的时刻，我想由你亲自送会比较有意义。这可难倒我了，不过还是谢谢你。谢我干什么？这是你自己努力争取来的荣誉。你忘了吗？是我跟你 PK 输了你，我不得已才去的。口是心非，你的照片已经出卖你了，这么认真的神情看起来像是不得已的吗？一定是 A 叔。真的在文马屋啊，三页最精华的三页，这个呀，别看我，哇，奶奶，你这个小子，看不掉你啊。真是真是，你可死了！我应该是你今天捡的第一个客人吧？对啊，还好你来帮我解围，要不然真的好糗。恭喜你啊，终于出师了。还早嘞，还差得远嘞。那我应该也是你千人斩的第一颗头喽。是啊，不过很快就会有。第二颗跟第三颗了。哦，我等一下想办法帮你多收集几颗。你要怎么帮啊？你不要问嘛，我有办法就对了。小罗啊，你一个头撸遐尼久，我已经撸久了了吧？你一个头搁伫遐慢慢啊摸，安尼袂使一啦。哦，好啦好啦，我撸好了啦。行哦，好像很丑哎。不会啊，我觉得应该蛮好看的，我很喜欢。可是，你马上看，哎呀，爱情果然使人盲目哎。
王班长，你也变瞎子哎！哎，有没有镜子啊？给王班长照一下。来啊！你们觉得不好看啊？拍垮要死，要我干呢哦，不叫去死啦！哦，可是班长觉得很好看哎，那该怎么办？没办法、啊，你是班长，你觉得好看就好了，我们也不能怎么样。哦，你们两个可以跟班长剪一样的发型啊！给我过来排队。快！小罗啊，我们家王班长对你这么好，你要怎么谢谢人家？哇！不要欺负女生了、啊。小罗啊，我们家王班长长得又高又帅，发型又潮。根本就是我们成功岭的犀利哥，你要不要好好考虑一下他、啊？不行啦，我未来老公早就注定啊，是我的一万颗平头。可你这种技术，人家工作啊，怎么搅和什么？哦。双木栏的上方通过，而不是由下方通过。它的高度不高，只要掌握技巧，就算是我们连上的矮个子叶大同，也能够轻松超越。超越双木栏的方法有三：跨越法、踏越法以及侧越法。由于由我们这天开始将500障碍再度纳入课程，所以由陆军官校毕业的孙排长亲自为各位示范最正确的姿势。孙排长，麻烦你。其他要仔细听。第一种，跨越法，这是属于在操作双木栏里面最基本的跨栏方式。快跑是木栏前方一公尺处，利用单腿蹬地之力量迅速跨越木栏。如果各位对自己没有信心跳这么高，可以选择第二种方式，踏越法。它跟快跃法的差别在于，快跑至前方木栏一公尺处时，左脚
踏于木兰上方，迅速跨越。守木兰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怕各位没有办法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如果前面两种还是没有办法帮助各位迅速的跨越木兰，那你可以选择第三种策略法，双手扶置于木兰，右脚踏于木兰上方，左脚从你的右手及你的右脚中间迅速跨越木兰。各位了不了解？今天排长示范一次给大家看，第一种跨越法，好帅！哇！第二种踏越法。策略法，以上这三种都是用来跨越双木兰的，请大家待会操作的时候按此要领，了不了解？了解。两人一组，开始动作，再高一点。三组开始动作，快点！干嘛过去啊？过去啊！赖虎，你到这里游乐园啊？干什么啊？靠得住啊？没事吧？怎么点？手给我。哦，你怎么那么重啊？没事吧？跳跳。下一组开始动作。小心！刚才想提一点啊。说入声小心啊，你才能够看见面对着扭曲的世界，是否已做好准备，手中紧握信念，只能战胜这一切。陈天斌，你在干什么啊？干什么啊？好的，下一组开始动作。天哪，我们要慢慢来。陈天，这班是怎么回事？啊啊！黑夜的尽头是一片蓝天，这里是梦想的终点。越过重重阻碍，你就能够看见。下一组开始动作。面对着残酷的世界，你是否已做好准备？干什么？经过信念，就能战胜这一切。为自己挺起胸膛 ，Fight again， 用你的荣耀照亮全世界。坚持，直到最后一秒。小静，你过来。你刚才做什么？没有啊，排长刚示范，你没在看啊？有啊，我看了，但是我加一点花式啊。花式？标心力，排长再给你一次机会，请你好好操作，要不然就大大没啊！好。喂，叫你动了吗？蛋蛋放哪里啊？回去。喂！为自己挺起胸膛 ，Fight again，
着你啊。是。也不能妥协，为自己挺起胸膛 ，Fight again， 用你的荣耀照亮全世界。执着，直至到最后一秒，认为自己 Fight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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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in。赵大金，有。赵大金。是，肖德基。是，肖德基。是，你不会举手答应是不是？有。你知道在看什么吗？看我啊。对，我在看你，我在看你像那牛皮一样厚的脸皮，什么时候可以有廉耻心？你看看你那什么样子，每天嬉皮笑脸，把自己弄跟小丑一样，好笑吗？啊？不好笑。不好笑？我这样讲话吗？啊？话这么多。你看看你那样子，像个军人吗？回去，再给你一次机会，再给我耍吧，小心我操死你！闭嘴！几点了？是。小军官，终于路上的安全了，路上。自己要小心了，要特别小心。哎，发票给你，谢谢。结账。杨海生，投诉呢？多少啊？干嘛？生气了？到底多少？没风。80啊。骗人的、啊，也是。像他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又油腔滑调的人，是应该让他痛一次，他才会了解。哎，我先去后面盘点，这边给你顾。嗯。玉婷。啊！他妈，干嘛来买东西啊？是啊，我是要来跟你讲，还真的是。什么事啊？就我知道他放凯金假的时候被你整得很惨。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的。所以你现在是代替他来传话给我？不是啊，是我自己要来跟你讲的啦。嗯。因为海生他现在变得很可怜，以前活蹦乱跳，现在不喊也不叫，整个人都变了样，比林伯文失恋的时候还惨。有多惨？假你菜，无聊。不对，等一下，等一下。干嘛？你看这个，犀利哥。你看仔细一点，你看他眼睛、鼻子、嘴巴。杨海山，合成的。就是合成这个，让你知道他现在的心境。他这个造型还蛮潮的、啊。不是啦，你看他现在像流浪汉一样，很可怜。我就是觉得他最近怪怪的，我就跑去问他。嗯。他现在都不跟人家讲话，下课休息的时候都自己躲在角落。耍自闭啊？他躲在角落，偷偷掉眼泪。得了严重忧郁症，你要带他去心卫中心好好检查一下哦。哎，记得哦。好。
把眼睛里，你影响茁壮的时候。